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琪琪，好久没来这边山上了，来看一下我之前看的那个八月光海在不在哦？哎，哦，长大了不少哎，啊。看这个八月瓜吧，已经长得这么大了。嘿，这上面这个吧，也长这么大了。这两个近一点哦。这个叶子就是八月瓜的叶子，这个。它就叫三叶木通啊，三叶木通，营养价值非常的高。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搜索一下这个三叶木通的功效和作用啊。这个它的根用来是入药的啊，八月瓜的根是入药的，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这么多，就长了。这么两个八月瓜，没有长多的，就长两个八月瓜。这里的这个八月瓜就长两个，可能我每天都要来观察一下吧，因为这段时间我怕被别人给我弄掉了。有喜欢的朋友跟琪琪吱一声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视频见。拜拜。